搞笑的达芙妮，广告回来，栋梁与采洁的深情拥吻，以及无厘头的广汽即将登场。对啊，今天要洗澡。有练吗？是有，可是就是这个也可以。亡羊补牢。今天要吃冰淇淋，尽情挥洒。没有试过这样换胎，反正啊，正式到你看，抱歉了。哇，现在连叶子水都能火成便当啊！胡三宝。其实有一个问题一直想问编剧，就他们应该知道最无敌是张栋梁来演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他们应该知道张栋梁的状态是怎么样。然后他们写了一堆什么二头肌、腹肌，然后什么什么，就是一堆。可是编剧就要有私心想要看，因为你知道我们编剧都是女生。我知道啊，我都见过他们呢、啊，没有啦。你好，我看你好紧张。害羞，你难为情吗？难为情哎，其实我觉得他应该更难为情哈，应该是他，在演艺圈最大尺度哦，没赚到。好像也还不错，好像有练过，就是之前有时候好像没拍戏的时候，他好像有去健身房之类的，未雨绸缪一下。你可以先告诉我这是什么吗？拉炮啊，新加坡的。真的吗？我不介意啊，不介意。尤其这个剧组女生，对，这就是都是这种有如狼似虎。